足部，人体的根基，支撑全身的重量，带动人体前行及奔跑。这个至为重要的部位却最被大众忽略了。许多人体的不适都是由于足部未受到正确的支撑及呵护所造成的，诸如站姿不正确、驼背、疼痛现象等等，皆是由于足部受到不当的压迫以及缺乏完整性的支撑所造成的。Zootfree 德利康感温健康足垫就是您足部的改善利器，小小一片，大大的改变，重新打造稳固的足肌。德利康感温健康足垫创新的足部工学设计，针对脚底的曲线打造出最完美的足部支撑垫。德利康感温健康足垫利用弹力加耐高压不易变形的高科技复合材质热塑性橡胶 TPR 制成，可以完整的包覆足部，涵盖脚后跟、脚掌心、脚底板，达到全面性的完美支撑，具有缓冲回弹效能，及时吸收足部所承受的压力。人体行走时，足部承受体重 1.5 倍的压力，脚掌会因为鞋内多余空隙的空间，使得足部受力位置的偏移，导致脚后跟位移及晃动。德利康感温足垫具有深层包覆式后跟杯设计，可以完美稳固脚跟足肌，不产生位移及晃动，让你行走得更直挺稳健。当跑步时，足部承受体重2到3倍的压力，脚掌受力及摩擦系数加大，导致你无法承受长跑。德利康感温足垫完美的支撑及缓冲减压的避震效果，减缓肌肉疲劳，可以增加你的耐跑程度。当蹲下时，膝关节承受体重3到6倍的压力，脚的受力位置若不合理不均匀，将造成严重的压迫性后遗症。德利康感温足垫完美合理的全方位支撑，让足部受力平均，改善压力的伤害。当上楼时，膝关节承受体重3到5倍的压力，脚掌心足弓部分塌陷，无法得到适当支撑。德利康感温足垫具有生物力学足弓支撑的功能，让足弓也得到完整的支撑，不产生多余的位移及摩擦。当下楼时，膝关节承受体重5到7倍的压力，对于关节压迫极大，甚至造成疼痛。德利康感温足垫由脚后跟到整个脚掌，吸震减压，全盘呵护，可以缓解关节压迫疼痛，并减低足部压力，平衡足部受力。德利康感温健康足垫独创感温变色成分，具有检测、矫正、保养的功能。检测可以显示站立和行走时脚的受力位置，透过32°C 就会感温变色的功能来立即检视脚部承重压力的位置。矫正，并透过足垫支撑使脚的承重位置趋于合理。保养，提供姿势追踪矫正及保养效果。不仅如此，还内含银离子抗菌剂、远红外线负离子成分，还具有防霉菌、除臭及促进循环功能。透气孔设计及银离子为脚湿脚臭者的最佳除臭秘方。无论久站、行走、登山、跑步、膝痛、腰酸背痛、工作负重者、体重过重者等等，均可适用。德利康来自德国技术，达到轻量化及吸震减压的目的，是足弓、足跟及涌泉3合1一体成型的保健足垫，让您步入动静皆宜、坐立皆安的足部保健境界。一双好足垫，升级所有鞋子，成为舒适减压的健康好鞋。选德利康，不必选鞋子，小小一片，大大的改变。